OK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，叫做 Pro Remote。Pro Remote， 那是一个 iPad 上的软体，那基本上它能够控制你在 Pro Tools 上面的所有的 Mixer 的控制。那稍微跟大家示范一下，那基本上。你先下载完成 Pro Remote 和执行。一开始的画面，那进去之后，它会开始侦测你的硬体，之后就会跟着你的硬体的设定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接下来就是说，我从上面做一个播放的动作。我可以把我要的 melody 的声音提高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我做的设定，它是即时的同步。那你在 Pro Tools 里面所用的多少的轨道，它这边都可以支援得到，总共可以支援到32轨，那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界面。那假设如果今天我们的编辑视窗，你觉得不希望说有 Mixer 赞助这个视窗，那你把取消之后，这边的设定还是可以变成你的另外一个 mixer 的视窗，在这边做任何的编辑控制。那在混音上面的话，会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装置。这是一个 iPad 上面一个软体 Pro Remote。那希望大家有使用 Pro Tools 的习惯，或者是想要学一些录音编辑的软体。那如何用 iPad 使用的更流畅，然后结合它们来运用，做个示范给大家看看。